分到了。我出来去上进，啊，当然今晚我们一定爱来个只上进嘛，哈，诶，来云南，哦，要去一个哦，迄个龟富山岛，哦，龟山岛呀，哈，来个。这个是目前哈、花莲最大的一个游乐区啦哈。哦，要进到跳浪隧道哦，即马加真侪这个蹦坑，我较早是行在咧蹦坑的这个左边哈，我靠这个古道啊，所以即马拢截弯取直啊哈。好，接下来男人请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听一首啊，感觉较好听。这属于台东，啊，所以咱带来先过经过山，经过咱的迄、那个长虹桥，因为长虹桥咧就看迄、那个秀姑峦溪是属于华莲的，属于华莲。啊，像这个北回归线呢，马属于咱这个十几年了，那是以前的旧的长虹桥，啊，所以就开始秀姑峦溪。相望的嘉义啊，嘉义水乡嘛一个哦，所以北回归线都位啊经过哦，所以做了一个这个地标，嘿，对，这北回归线一个地标哈。这是回到新竹市啊，也没有做什么事啦、啊，就参加这个活动，所以每一次有什么活动的话，我都喜欢参加。所以大家都很认识，但是名字也叫不出来哦。希望大家多多指教，我叫做彭正光，谢谢。那、现在我们传给我们的。做东做西做啊破了了，
还有当日甲你看出来多啦，你靠不了啊。啊，你有无？大姐，好了，好。哎，我叫何凯凯，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？律师，我住伫德林街130号，有经过这里坐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地方泡大锅不好啉啦。正常啊，你即马若袂枵，你就无正常啊。我们现在过这座桥，桥下的就是秀姑峦溪哈。对，在花莲这段叫秀姑峦溪的哈。如果是在台东的话，玉里大桥，名称是不一样的啦哈。啊，恁来感觉讲这座桥那只奇怪，龙虎彩哈，彩虹桥，哎，出来这个不啰嗦啊，因为它
山区哦，他就原住民，原住民拢较会啉烧酒，对无？啊，伊若酒醉呢，所以有代志咧，即、這个路看得较袂熟，是较袂清楚，所以这呢，就是要给他们认，哦，认得说，哦，那是一座桥，哦，较好啉，应该是安尼啦。你讲唔对啊？
啊，我会去啊。啊，会三年了。哦，这多少？啊，一些汤我吃过。吃啦，吃啦，吃啦，吃拢多少？好像是来，咱拄啊，咱拄啊，我看拄啊，唱到第五哈。对这宗教的较无来，这打不到你啊，你啊厉害嘞，小姑娘是你啊。你今个门关多，多啊，贵啊贵。